这个微调公民与社会课纲啊这件事情啊，在台湾过去半个世纪多来啊，在台湾，在中国国民党的在这个威权体制时代啊实施戒严啊，以及当时还有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啊，这样的一次条款的这个实施情形之下，对台湾人民在人权上面的强害啊，我们今天啊两位啊当时的受难者呢啊，他们会啊亲身啊说法现身说法来阐述当时事实，以及对于今天啊教育部呢做这样的一个啊违反时代的进程，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啊走向一个更文明社会的这种反动啊，他们要来啊做一些啊表述这样啊，所以啊一开第一位啊，我想请这个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平反促进会蔡坤林理事，蔡理事请。我是属于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平反促进会的议员。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会长苏有朋会长也在座，还有几位我们会议的前辈。我们这个会的成员应该都是至少都超过80多岁的啊，垂垂老矣啊，即将朽木的老人啊，那么也都是曾经呢、亲身经历过那个白色恐怖风暴啊、被关、被抓、被关的啊，那么一些老人，那么本来应该这个会应该由我们会长，我们的这个所尊敬的前辈来与这个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看法啊，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总干事这个张英杰小姐看我比较好欺负啊，所以常常会派我公差，所以我在这边呢这个也不能说我是代表我们的会哈啊，只是说以这个亲身经历过那个白色恐怖的那个真的恐怖哈那个处境的议员来这个报告我们的这个看法。那么首先就是说在看到这个现在教育部既然以违背程序正义的这个方式，以临时成立的一个什么检核小组，就把这个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纲里面拿掉原有的这个关于白色恐怖的，或是关于良心犯，关于这个德国这个纳粹德国的纳粹的那些案例通通拿掉啊，那么理由说是在历史课纲里面，历史里面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白色恐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记事。对于这一点，我们以这个亲身经历者的这个立场来表达绝对的这个反对也是会要求这样的做法违背程序正义，那么一定要这个重做，重新来这个争取更多的这个公开，争取更多的这个意见跟讨论，才做进一步的这个决定。那么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个主张做这样的反对呢？因为尤其在许多经历过这个白色恐怖经验的这个人里面，我算是当时最年小的一个，也刚刚这个高中毕业。那么在这个我被抓去这种关在这个很多地方，像这个现在的苏子林那么以前是这个东炳院士改成的一个牢狱，算是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处，或是叫做情报处，然后经过
保密局延平南路啊，那么像在总统府后面的，那还有再过来到这个青岛东路三号的这个金华寺，也就是现在前面忠孝东路那边改成改建成这个台北喜来登饭店的那些地方。那么在这个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么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个伟大的前辈，像台大医院的名医，像这个基隆高中的钟校长还有其他当律师的当这个教授的很多伟大的前辈，那么也经历在那个金华寺清晨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么铁门一开那么死亡的点名，把这些很爱国爱社会有理想的前辈那么抓出去的猝死的那种情景，那我们经历过那些。那么同时在那个金华寺，我也看到那么刚好在前不久才这个在金华寺监牢里迎接18岁的生日，也刚刚这个在变身的一个小男孩，居然也被抓出去猝死。他在这个走出牢门之前，那么一到我们这个牢房前面来这个告别，那他的那个样子，我现在还记忆犹深。然后我们就是被送去，我是在那个金华寺。就是在台北的现在的台北喜来登饭店那个地方，那么迎接我的20岁的这个生日，然后呢就被送去这个绿岛，在绿岛度过大概9年4个月一共整整这个10年的时间那么在绿岛我所遇到的，我也跟一些刚刚高中毕业的或是大学一二年级的那些比较年轻同仔都是比较吃得很轻那么其中有一个台南师范毕业，刚刚毕业才被派去这个台南市的公园国小当老师，当没有几个月就被抓来的一个蔡炳宏。那么这个蔡炳宏给他在外面在做认识的一个女学生，就是台南女中的学生，那么写了一个这个条子这个鼓励他，鼓励在这种艰苦的时候呢怎么样那么这个坚持这样的信。可是这个助教被抓到，结果他被送进去调包，然后调回这个台北金华寺重审。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重审的结果是那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官判他是这个在原来的刑期满了之后再延长感训3年这样的判决。但是这样的判决经过呈给这个国防部，那么由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当时是余大为，还有参谋总长彭文骥那么再过来冲到迁城到总统府，由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参军长孙立人一一的签，就说这些一共有11个年轻人应该要严以复审，更查明情史，不能判这样这个轻的这个罪。所以呢又冲到这个总统伟大的蒋总统是下令严以复审，还要追究轻判的这个责任。这么一来，这个11位这个年轻人全部被处死我的那个朋友就是写了一个条子鼓励他的女朋友。那么其他还有新竹女中17岁多被抓来的护如之
那么这个因为爱很爱读诗，那么有一些读了一些他们所说的禁诗这样的情况也被处死，被处死。那么还有这个台中高山的这些那么年轻人都是因为这样小小的这个就被处死的。那么被处死他们的这个罪名，就是在所谓在立陶还继续在阴谋叛乱，他们的政绩就是毁尸那么他这个总社会进化史的笔记三本，还有毁尸青年的修养上下两本，以及其他他们所写的条子什么写的我不知道。那么那个我们平民学生由这个军阀参加审判就已经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事了，可是连这种判决都不被接受，还要经过国防部长、这个参谋总长、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一直到总统，这些当时的这个在台湾最高居最高位的人来，一定要把这些小孩子处死这样的那么我不晓得，就是以宪法来解释。以这个这个诉讼行政诉讼来解释，或是用什么什么来解释，我都无法接受就是既然是当时的高中生的造诣，我所认识的白色恐怖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以这样的这个情况，我绝对是就这样的这个我们说现在是走向我们民主和法治，那么但是呢，要走向民主法治，民主要深化，我们祈求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实现。那么转型正义的实现，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对于这个历史真相的这个解明那么。这个是应该是要我们台湾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爱惜这个土地的人，那么不分这个党派，不分你的这个政治主张，应该是共同来面对共同来这个追究这样的这个历史的真相，然后呢来这个求取这个我们的如何的来这个和解，然后如何这样呢才能够来深化我们的民主法治的这样，是这样的。那么我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呢文化部，那么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正在跟那个时间竞赛正在那么这个进行一些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那么口述历史或是影像记录等等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也是一直说在要求在有关相关的这个政府文件都一定要赶快来解密，来赶快来公开，这样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那么在这种场合，我也常常到景美园区，或是到这个立陶园区去为青年学子那么来解说，来讲我们当时的这个遭遇。我自己本身也是一直很怀疑说，为什么那么过去那么痛苦的事情，我自己讲的也是讲到后来都会哭得不成样的，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一再的来讲呢？可是我本来是这样怀疑的，但是后来我给高中生、给大学生那些年轻人讲的时候，他们既然跑过来拥抱我那么我的这个痛苦的故事并没有打击到他们，或是害到他们，惊吓让他们这个非常的害怕，没有，而是反而我根据他们写给我的信，写给我的这个心得报告了解
他们反而从我们这种白色恐怖的过去的高中生 过去的年轻人所遭遇的这些东西获得他的力量。比方说有一位女同学既然写她本来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考试啊，期考没有考好，正在伤心啊，正在沮丧的时候，听到我们这样的故事，觉得啊，实际上考一次没有考好不算什么嘛啊，我们曾经台湾是有这样的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些那老前辈都是走过来了，那么台湾呢越变越好了，越往这个民主法治的路在走了哈、啊，所以他们有这样过去的悲痛的这个故事，获得这个这个勇气，获得力量。我想，所以请这个那么我们啊。那个教育部的教育部长，或是我们整合小组的那些伟大的委员先生们啊，那么请你们不要看清这个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你们也会以为他们是草莓族，他是不经过没有经过什么叫挫折的，那么不是。他们如果你有给他这个真的很正确的这个教育，很对台湾的历史，或是对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民族这个法治的民族自由的这样的理念，能够给予这个很正确的教育的话，那么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后代能够呢在这个。竞争很厉害的这个这个世界的这形象下的哈，那么能够获得更大的这个注视跟那个意念跟精神，这是我所相信的。那么上一次这个东吴大学张火挺这个人权中心举办那个人权教育的。那么conference 哈，那么邀请到世界海外各国的这个学者，那么我也曾经陪这个曾经在马来西亚侨生在成功大学就学的时候被抓的陈清生前辈，我们两个人陪着大概五六十位这个海外的这些学者哈，那么世界各国来的这个人权教育的专家，那么到绿岛去采访。结果他们这些海外来的这些人权教育的这个专家学者啊，听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叙事，还有看了那个绿岛人权园区的那些设施以后，非常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哈，其中也有包括德国来的哈，德国那个关于这个东德共产。这个共产政权啊，曾经对人民的这个迫害的哈、啊，那个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德国除了这个受举走啊，这个共产迫害的那些博物馆，还有另外也有过去呢对纳粹啊。破坏的一个在柏林的这个博物馆，这些啊，德国能够哈、啊，不管是极右的哈、啊，那么这个国家暴力的破坏，或是极左的国家的破坏的破坏，他们都会能够哈、啊、深入去这个检讨这样的过去，设立这个博物馆，设立这个全面的推动这样的这个人权交易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难道？做不到吗？我们难道做不到吗？所以以这样的情这个这个情形，我是提出啊，那么以我们的会的共同的心声，就是彻底这个反对啊，做这样的这个不明不白的这个微调，而且。更要求哈，应该是把白色恐怖啊这样的这个哈，那么当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权交易，还有对人民这个人权保障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课题来继续啊，来这个在国中
或是高中这个教育里面呢错题的去进行，这是我在的意见，谢谢。